济公活佛慈训优指坛主，优指坛主天命追，优指坛主今现随，优指坛主理明确，优指坛主修慈悲，优指坛主不退却，优指坛主正其辉，优指坛主疑惑解，优指坛主守章规，优指坛主握机会，优指坛主得功培，优指坛主无怨对，优指坛主何乐为，优指坛主善缘结，优指坛主智无亏，优指坛主常自觉，优指坛主报春晖，以大愿力转法轮，生发菩提心，以大信心扬圣音，生发勇猛心，以大执行天执任，生发精进心，以大无畏舍己身，生发慈悲心，以大智慧断事根，生发出离心，以大奉献度缘人，生发至诚心，以大无求立方真，生发责任心，以大公正智节真，生发忠义心，提倡尊师重道为要旨，提领承上启下为要点，提调遵守佛规为要务，提取饮水思源为要义，提身修办理念为要道，提及报恩了愿为要件，落实道务之发展，推动班务之成长，持续度人之动力，加强成全之力量，启发社坛之好处，实现处处皆佛堂，集合众人之智慧，生根人才之培长，人人肩负使命，人人精进自己，人人同心同德，人人乐观进取，人人报道奉行，人人心火传递，人人文武兼备，人人仁德修齐，优指坛主自期许力行不倦创新局，修办资粮经略事，各当体行礼为一，开创守成圣业展，总持善德福慧提，圣地菩萨精神续报恩了愿永不渝，大财盘盘品高超，至道具德俗律抛，愿心坚固毅力保长，无懈倦天心邀，力所能及不辞劳，全力以赴不惊交，立功立事以永年，几达达人美名标，大愿力力者须有慈，以舍福之怀与乐，拔苦天下逆，缘之以道之气量，于大千中饶亦有情，以舍化众，非因短暂之花心也，恒持善事利益一切，悟乎终身护念众生，无量行舍乃真愿利益，大本大宗天地德行，天之道迷六合，信而有真则远，愿察而有据理为则，心目守追圣哲，孝谨行为贤勿欲格，论得使能无所争，不贪不取妄失德，大信心论者须有诚，以会辅之，怀君子至于善道，受屈不改心，不思其反之意志，于考验中刚健自强，以慧养志，非是随波逐流，也信解奉持，困而不扰，明乎天命，至真至贵，言出法随乃真信心矣，大刀阔斧斩荆棘，心坚至高迈天梯，执两用中活泼应，与时俱进创良机，行动贯彻续精进，慎终如始理为一，力敌千军众则贺信誓，淡淡了愿及大执行力者须有恒，以直辅之怀岁不我与天时紧张，无常迅速之自觉，于修办中坚定立场，以直表天，非在言语之论述也，力行不辍，实践到底，应乎执政持平之道，言听事行乃真执行矣，大道废也，仁义出中流，砥柱是匡扶，无偏无党无所著，顺天应人天赐福。
为天明命圣人严大人道德策行度。行不二过不迁怒之白首黑修真无。大无畏行者须有勇以制服之。怀自反而缩虽千万人。无往以知胸襟。于着势中立稳脚跟以致明辨。非逞一时之气也。道德为怀里之气合。合乎仁义道德之事。勇往直前乃真无畏矣。大方广行摩诃萨至心向道别无他。至圆信受行大法正理正传天桥搭。会目灵心觉路踏佛心我心一念差。观体娑婆原虚假不若放下居本家。大智慧观者须有定以静服之。怀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之沉着。于危机中深思熟虑以静制动。非凭一时之血气也。冷静自持乐观安住。合乎藏巧于拙之意。用慧而明乃真智慧矣。大千世界乱如麻宣扬真理度迷娃。奉命为警自检查三副白龟魔殿侠。现能选贤行文雅丹经节律成一发。心如虚空万物那亦如明镜显光华。大奉献心者须有容以忍服之。怀师恩胜勿念。受师胜勿忘之胸怀。于红尘中默默付出以忍为用。非图世人之赞夸也。无为不求甘愿欢喜。体乎三轮体空之意。难舍能舍乃真奉献矣。大谋不谋明果因安时处顺解其分。无己无我私欲尽明德率性日日新。求得甚深为妙法全权报守敬天人。念兹在兹善尽寻不失其节圣门真。大无求念者须有量以人服之。怀淡泊名利宁静自省之心念。于处世中襟怀坦白以人为用。非为名闻利养也。舍慧行道广值得本。行乎无求百无忧。念念般若照乃真无求矣。大道之行天下公一视同仁达中庸。公听并观智慧用好察而言为道从。正直光明朝日月不履邪径九思重。持身自警存戒慎斋庄中正行圆融。大公正持者须有廉以真服之。怀行非公道不蒙于心之气度。于纷扰中顺道而行以真律己。非以徇私偏颇也。廉正不屈守正不阿。知乎人心公则如竹。四方上下无所不照乃真公正矣。